美女梳妆套路内有象征妇女梳理头簪、画眉、照镜、拜佛、扫脚等形象动作，及呼吸吐纳、机器攻防于内的特点。咏春白鹤拳是由杰出的女性方七娘所创，因此美女梳妆尤为女性所喜爱的套路，其结构轻盈灵巧，柔软大方。两脚并拢，两手自然垂直于大腿两侧，目视前方，这是预备式。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，以右脚尖虚点地面，左手立掌，右手抱拳，合抱于左腋窝前，向前向中沿弧推出，呈请拳的姿势。脚上的动作为白鹤系脚，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，同时两眼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半步，呈平马步，两手变掌，回收于胸前，回收于两腋前，然后成长往下按压，发出螺旋劲。这个动作叫半月沉江，要两眼平视前方。两手呈鹤翅掌，
向前托起推出，然后经过转腕长双肢朝阳，再继续两手斜向左转，两个掌使两个掌背相叠于右胸前，这个动作叫观音叠坐。长上势，原地不动，两掌上扬，经过头上方往下划弧，从下向上冲击，长美女梳妆，这要连续做三个动作。目视前方，横上式，左脚提起向左横摆，右脚随即提起向前迈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脚上的动作为画眉踏架，而手上的动作要剪一下，两手剪一下，同时向左向左剪，这个动作叫做美女画眉。上势不动，右脚向右横开一步，左脚提起向前迈一步，两手划弧从右向左，然后向右做画眉的动作，这个叫做美女画眉，这是右的美女画眉。呈上式的小门现在要归中门，左脚向前迈进一步，右脚随即跟进，两手分成鹤翅掌，从下往上划弧分隔，
分开，这个叫做蝴蝶双飞。常上式的蝴蝶双飞，两掌内旋，使掌心向下交叉胸前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往下拨开。两手稍微内旋，以鹤头手向前顶望而出，呈白鹤伸进。常上式，两鹤头手变成鹤翅掌，然后外旋里收，置于腹前，经过转腕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外摆30度，左脚上步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向下滑弧分开，向外隔出，掩饰前方，这叫做蝴蝶双飞。两掌内旋里收，左掌在上，右掌在下，向下分拨而开，称为左的拨水求鱼。两眼目视前方，两手稍微外旋，然后经过沉腕顶腕而出，做白鹤伸进。两鹤头手变成鹤翅掌里收，使掌心向上，经过转腕沉腕，称为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30度，随即右脚提起上步，成为步丁步巴马，两手交叉向上分隔隔开，这个叫做右的蝴蝶双飞。两掌内旋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向下拨开，呈拨水求鱼。
呈上式。两，掌稍微下沉，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进的动作。呈上式，右脚背后一大步，长弓步，两手向外扬，然后两手握拳向里扣，这个动作叫做童子叩拜。右脚随即上步，两握空拳的手变成掌，左弓臂向前削出，右掌拉入，左右削出。随即左掌下压，右掌上提，做美女赖衣的动作，然后转身做白鹤扫翅。右脚向左平摆，转身180度，向左做青龙滚水翻身大摇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做个讲解。右脚向左平摆一步，左脚向后撤步，左掌变成鹤头掌缠腕，右掌向上托，做向左的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